啊，今天是校园无车日吗？啊，无车日不能骑机车。我读阳明哎，你叫我不能骑机车，你要我的命啊！那就去死一死。哦，然后我们要关灯，因为我们要响应环保节能减碳。大家比较清楚了。OK， 我们是第三小队，我们的主题是 Prohibit Motor 2.5， 简称 PM 2.5。这是我们的组员，我们的队服啊，我是今天的主讲者陈仲伟，大家好。好，那我先来讲一下 P 为什么会要讲 PM 2.5 这件事情哦，它就是指细悬浮微粒，然后它的那个粒径是在 2.5 微米以下。那现在已经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应该说世界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很普遍空气污染的问题。所以，可是要去减少空这个排 PM 2.5 的排放的问题，或者是它逸散在空气中的问题呢？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该如何实际的去做？这就是我们问题发想的过程。但是社会很大嘛，我们可能机车或汽车都是我们平常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那突然要把生活中要突然把它拔掉，或者是要把它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试图减少汽车使用为目的，然后我们先从校园去做推广，这都是我们问题发想的过程。那为什么会想先从校园去做推广呢？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界定，这是一个 definition， 它是一个 domain 的问题。那一般来讲，大部分的社会大众，不管是走出校园或在校园内，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 PM 2.5 它实质的内容是什么。那参加相关活动、演讲啊，或者是阅览相关资讯，其实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叫做不清楚 PM 2.5。 我们才不怕 PM 2.5 呢。对啊，我都 N95 哎，从 PM 2.5 啊。是啊，这个我买2000块哎，这个真的是都不怕。我告诉你啊。这个根本没有效，没有根本挡不住啦，挡不住了。戴口罩，或许可以挡掉一些石头、小虫子，还有一些沙子，但是它不一定挡得掉 particulate matter 2.5， 粒径小于 2.5 微米的空气的细悬浮微粒，它不一定可以解决。OK， 所以我们刚刚界定完我们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讲我们的期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首先，我们依照议题工作坊里面所学到的 SMART goals， 它 SMART S M A R T 分别代表五个不一样的英文单字。第一个 S specific， 这个就是代表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去界定它这样子。那我们是要先提升我们的目的，最简单的目的，先从基本层面开始做起。我们就是要先去提升校园师生对于 PM 2.5 的了解，然后对去让大家了解之后呢，我们再渐次的去推广，然后让大家主动会去减少空气污染的排放，然后再加以付诸行动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是 M measurable， 活动当天那个 measurable， 关于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看 data， 要看数据，我们要去评估我们的成效，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这个部分。那我们会举办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校园里面不能骑机车，我们会先针对一些特定的校园来去执行我们的活动，也当作是一个起跑点。那接下来我们会再去。期望去达到在未来的时间内去达到一定成效的减排，这样子。那再来 ，SMART 的第三个字 achievable， 我们就是要从
校园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希望实际一点，而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理念推广到社会那个校园外的社会去，因为这非常像那个过程会相当复杂，而且不容易执行，所以我们打算就先从学校里面开始做起。那学校里面做起，主要就是教育大家为什么要减少骑机车，为什么要减少开车，如果可以的话用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当然有一些特定校园不行的，比如说阳明。阳明骑脚踏车，每个人都可以变环法选手。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从校园开始做起。我们会先，从同学的基本教育开始做起，然后渐渐养成观念、养成习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成效。那接下来 R relevant， 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先从汽机车开始做起，就是因为根据数据统计。在台湾 PM2.5 的排放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汽机车废气的排放，所以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一点，我们去做针对这一点去做改善，还有去做推广。OK， 再来是最后一个英文字母 time specific。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待会会讲，也就是说我们打算举办类似像校园的圈圈叉叉周。啊，这个可能是校园环境周、PM2.5 周都可以，就是举办一个校园环境周的一个方式。啊，每一个学期举办一周，那这一周内容里面会是什么呢？待会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先锁定大学里面可以，我们先锁定可以在校园里面可以骑机车的大学，因为多数大学校园内部是不可以骑机车的。但是我们先从这些特殊的学校开始推广起来，这样子。啊，像是阳明这个。学校比较特殊，条件比较特殊嘛，所以我们就先锁定这间学校来去让大家先实行走路，然后减少汽车排放。那、我们活动呢？这个是我们活动目前一个比较概略的一个构想，就是我们一定会有活动总招，会有公关、策展人，这个比较特别，因为这跟我们活动内容有关系。策展人这部分下一页待会会说。那市级负责人这也是活动一部分。那我们的外部资源呢？我们会先当然一定会有跟学生会合作嘛，还有相关社团科系，接下来绿色企业 NGO 就是像那个 TWIC 这样的团体来协助我们举办，这样，好，那这就是我们那个想的校园环境周我们的内容，行动短剧，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艺术的方式让大家去欣赏，让大家去了解。那演讲讲座呢？我们会摆出一些样本让大家看，就是有受到 PM2.5 污染的样本跟没有受到 PM2.5 污染的样本，让大家去做比较，然后大家就会知道自己每天吸入的是什么空气。还有展览、学生影展，那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去征稿，然后在校园环境中当时播放这个样子。那当然，这一定都是跟 PM2.5 相关的规定或者是短片的作品来去做展览，让大家去对可以透过影像的方式对 PM2.5 有更加的了解。那市集的话就是跟企业 NGO 还有一些小的店家可能做合作，这样子，然后让这个活动变得更有更多元性。那最后那个 QR code 这个也是我们是为了要减少骑机车，然后我们用 QR code 我们可以去了解你使用机车的量是多少。不过详细内容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做规划。那最后就是在校园环境中最后一天禁止开车跟禁止骑机车强制执行，也就是像是世界地球像是世界关灯一小时这样子，先从一天开始做起，接下来就慢慢推广。 OK， 那这个我们各个校园有不同的情况，我们每一个校园我们就会因地制宜，这样子根据每个校园的情况去设计不同的校园环境周来去推广防治 PM2.5 的产生。 OK， 这是我们中期跟长期的展望。我们中期希望是凝聚共识，扩大举办，然后最终我们希望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就是校园无车周。然后我们也会去招募其他学校一起来合作。长期呢，我们会招募同学来加入 TWIC， 然后呢，一起来去对抗气候，然后更加了解关心气候，这样子。然后这是比较长期的目标，我们要深耕气候环保议题。好，然后这是我们的报告，我们报告到这边结束。
好，谢谢第三组。好，那我们请第三组的成员来上台吧。麦克风在。大家好，必须先承认我也是开车上来的，因为这个环境，刚同学讲的实在不大适合搭交通运输，所以其实那 PM2.5 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议题，大概不单纯是一个效果，或是甚至是一个 city 这样的议题，所以其实我是蛮喜欢搭创意，因为其实我平常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做计划，然后看各个单位各部会提的计划，所以那种可能大家所谓务实的计划，其实我每天都来看。所以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是蛮喜欢大家可以多天马行空提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因为其实你要谈务实啊、法规啊，那可能一般公务人员谈不嘛，你优势其实本来就不是在那个部分。那回到这个议题啊，其实我觉得是蛮好、蛮有趣的，而且可能跟大家的生活其实蛮相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学生大概骑摩托车是最多的，大概使用摩托车的运具比一般的，甚至可能比一般上班族的比例还要高，所以谈这个议题，我是觉得蛮好的。不过就像我刚才所谈的，如果说真的要给建议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不骑，但是我替代的是什么？可能是必须要告诉人家的，因为大家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它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我不骑，我不开，但是那一天无车日，那相对来讲，那天无车日大家用的运具应该是什么？可能可以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做一下讨论，或是甚至我们提供给大家办这个活动，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我一开始提到这个大概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校园的议题，那其实是可以试着去带动。校园的社区啊，商家等等，像台大可能前阵子在讲那个行人徒步区这件事情，其实这跟大家使用工具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能有很多学生他还认为摩托车不骑进去其实是不方便，商家来讲他也不方便，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包括校园，包括整个社区，甚至临近商家整体性的议题，如果可以起那个带动性的话，会更有用。我的建议是这样。好，谢谢。有人回应吗？这组有。好。其实 PM2.5 我们有上过课堂，我们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其实，在台湾是蛮严重的。那其实我们有想尽办法，想要想一个最好的一个 project 可以来，就是怎么样，就是想办法改进这个方面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在于说，我们是年轻，我们是 Youth Climate Coalition。我们最重要的点是说，我们青年，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如何把这个东西带出去？那我们的范围会从校园开始，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做得到，至少还真在我们的范围里面。那我们开始响应的时候，就说，不骑机车那有什么？我们有接驳车，虽然没有特别提到，可是各校有自己的方式可以行，因为我们没有针对就是其中一个校园，像我们想要说阳明，可是阳明就是上坡还要走路，真的。很累，可是有接驳的。那其他学校都会有脚踏车，那接下来就是徒步，就是要推广大家走路，因为现在人好像就是觉得说，骑机车太方便了，真的就是越走路越来越短。对，没有，因为我是同学过来，然后我们那边就是都在走路，然后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 project 很就是要因为 achievable 很大的点就是说，我们是年轻，我们是 youth。那从我们开始做起，我们去响应，让大家注意到这方面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 action， 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是说，我们不骑车，我们都是学生不骑车，我们开始走路，大众交通工具。那这个方式就让大家说，我们可能有其他方式可以减少在台湾各地区的，就是骑机车的。对，那我是希望就是说，因为要可行嘛，我是觉得说这是还不错的方式。对，好 ，OK， 好，谢谢，好，我们掌声谢谢这一组。